好，我们开始上课。上一次讨论到这个肾气丸的主治症候的病机分析，以及这个配伍意义了方解。在运用中呢，这个辨证要点反映出一定肾虚和水液代谢的这个紊乱。那这个水湿壅滞。主要这几个方面反映，腰痛、绞肉、小便不利或小便反多，舌淡而胖，这个尺脉呢沉弱，在这里在临床上，我个人体会呢，这个食指很重要，食指很重要，反映出水湿壅滞、实体淡胖嫩啊，这个是使用的一个基本依据。至于微寒，它生伴以下常有冷感，有一定的微寒体现阳气一定的不足，这个也常有的，因为这个方使用呢，适合于服用时间较久。我指的这个肾气丸的原方，因为它作为这个用贵附量较小，也适合于久服。化生阳气以息相催，微微生火，体现内经的少火生气。而这类阳虚水湿壅滞，往往呢，病程较长，不可能呢，速效。所以这样的一个配伍适合于这个服用时间较长，可以减少它的温燥。当然，后来这个在用这个多用丸剂了。丸剂的生产当中呢，过去统计过全国，那是在80年代以前，15家大的药厂生产，包括像同仁堂这一。这里边呢，有的是用肾气丸的，用肾气丸的原方的，这个附子桂枝，本身量也小。遵照肾气丸原方来配，也有很多呢，桂枝改肉桂，用量增大。那这个后来当时统一是这样的，单叫肾气丸，那你必须要看它的组成，用的是桂枝还是用的肉桂。当时这个15家药厂生产出来这个。应该说名称名实相符上比较混乱，所以到现在你要看肾气丸还是要注意这个，他用的桂枝还是用的附子，他不写用量，凡是写桂枝附子的，往往它的阴阳两主要的比例它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像肾气丸本方里这样悬殊所以，像那类你要按肾气丸主治来使用来吃容易呢，很快产生咽干口燥这个容易这个化热。所以过去在这个华润地区都很喜欢吃肾气丸的，很多肾气丸很好消但有些也说这个首先东南亚华润地区说现在肾气丸怎么会这么？由于助热呢，他就光看"肾气丸"三个字。当时有个约定俗成，你按这种，按啊这个金匮肾气丸这个配它的用桂枝，而且用量小，这个原方这种配法的话，名称一定要叫金匮肾气丸。如果不是按这个配，用肉桂或者用量，为了增加温阳力量。甚至于壮阳，那桂枝附子增加，那就不能够叫这个金匮肾气丸，有的就叫肾气丸，就叫肾气丸，用这个来区别，再看它组成。当然，后来像那个寄生肾气丸，那很少有厂家就是寄生肾气丸的，加牛膝车前子治疗水肿的，温阳。
利水利量增大的啊。那寄生肾气丸实际上胃腹量还是增大了啊，增大了，又加了牛膝车前，那他有的时候只写一个肾气丸，不写清寄生肾气丸。而且呢有些桂枝附桂枝肉桂同用的这个葛肾气丸呢，也有些桂附八味丸，也有些肾气丸，所以这个就很造成有一些混乱啊，混乱。应该分清的呢，用肉桂的，这是桂附八味。那桂附八味呢，它用量上已经和肾气丸不同了。那桂枝肉桂用量比例增大了，几乎和这个这个一组阴药的差不多了。啊，所以它走向温肾，温肾有壮阳，啊，有那个脾肾统治啊，正对火不生土，长期泄泻，或者呢温肾壮阳治疗阳痿，这类它不是以水液代谢，不是温阳化气为主的，所以在运用当中啊，这是应该要注意的了，在用这个。肾气丸在这个随症加减变化的话，如果说肾阳不足较重，也就微寒这个方面突出，应该增加温肾阳啊，这个温肾啊，补精啊，这类方面像补骨脂啊、杜仲、牛膝、枸杞啊，啊，经常用来这个。针对由于肾精不足、肾阳不足造成的这个阳气不足、腰酸、冷痛啊、愈劳加重、卧着减轻、脚心痛啊，这类认为是精不足，而且呢，他这种不是生搬一下常有冷感、寒冷加重，增加温阳力量。当然由于它能够调节水液代谢的障碍，所以用于尿频遗尿方面，可以结合商飘消一指人啊，就包括像素全丸或者是这个商飘消散这些来结合。如果阳虚造成一种精关不固，肾气不能固摄，也可以增加收摄，芡实、金樱子、砂仁子都有摄精作用。这个小便不利突出呢，那这个原方肾气丸里边的利水力量小一些，所以寄生肾气丸呢利水力量大一些。这个面色黧黑，这个阳虚水湿水气上犯啊，后来食补丸啊，根据金匮肾气丸加鹿茸五味子这个食补丸呢，也是临床常用的啊。这个为什么加调肝药柴胡芍药呢？这是我们一个啊这个一个课题了，最早临床发现的这个用食补丸基础上用补肾调肝结合。当时搞了一个药叫保颜神，啊，从食补丸思路来的，但是认为广治肾呢，要结合调肝。哎，广是你这个面色发黑、面色黧黑、黑斑，啊，加上有肾虚的特点，一般都中年妇女，啊，这个都属于。当时发现使用也是中年妇女，这个用食补丸试一试，后来临床有些效，那结合了这个柴胡芍药这类调肝的以后呢，它是能够这个使得你啊温阳补精的方法，通过调肝疏肝呢，药力能够布散。是考虑到肾经肝血濡养头面是靠肝的生发，
啊，肝的生发能够使肾经肝血濡养头面，所以配啊，食补丸计算配调肝的药。这个用这个方法呢，的确效果不错。先吃汤药，后来做丸药，以后要做成口服液，啊。一般来说，他这个黑斑呢，有的脸最多的那脸上弄的开始是小块，后来是整个脸是非常黑。所以第一次就是从这样一个病例，后来就以后就多了啊。有一个本身还是弹钢琴一个歌舞团，成都歌舞团演员，黑到不能上街，而且我的确也没看过那么黑的。当时我的老大呢，在要学钢琴，有人介绍他能够教钢琴，但是他没有不在学校教，在他家里教，所以陪小孩到那儿去呢，啊，因为人家介绍的时候也是要可以给他看一下病。哎，这个因为就是啊，脸越来越黑，不能参加表演。开始据他说是一些黑斑，以后就是整个脸色黑那个，啊，仔细看，原来黑地方更黑一点而已，啊，所以整个那个用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那就当时没有生产保元神这些，就吃了汤药，以后就配丸药，隔一段时间吃点汤药，这明显的颜色变淡，哎。但这个病人呢，虽然给我们很大启发啊，但是由于太黑了，那个不可能恢复到他过去那样。能够就是戴个帽子上街啊，这个所以当时像50岁上下了啊，这个后来嘛，由于他这个改善，所以有一个。也是自己开个公司啊，一个经理他太太了，那不是满脸，而是产生了啊两块黑斑，慢慢在蔓延啊，所以也用这个方法用呢，它是带点断断续续的痣，哎，明显可以缩小，但是呢，就最后这个额头这里那块黑斑缩小到最后剩一点，怎么也消不下去。但是认为呢，这个效果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嘴唇旁边那块呢基本上消掉了。所以从这个过去说食补丸治疗面色离黑啊，这个顺水上饭头面呢、啊，这个是。从临床看是有根据的，所以后来呢，结合中医生理教研室的一个我们一位教授，我们做实验了，后来作为研究生课题，从实验指标各方面看呢，这个抗氧化这个作用是很好的，对皮肤 SOD 那个啊那个影响了，这个比较确实的，所以当时也一直在这个这个方面在使用，也配了口服液这一作为啊这个医院制剂一类的这个运用，这是结合他比较有名的这个复方啊食补丸。作为生气丸运用方面呢，他以水液代谢的我障碍作为主要的，但后世作为这个方的演化方，包括我们刚才讲桂附八味这一些，包括食补丸症、寄生生气丸症这些结合起来，啊，这个除了水液代谢障碍者、阳虚加重、胃寒肢冷，这个方呢，调整用量这个也能用。阳痿遗精不孕方面呢，这个报道也不少，啊，实际上仔细看它很多，实际用药的用量。都经过调整的，顽固不化，火不生土，啊，这个方也能用，这个大都是用肉桂了，啊，用肉桂了，所以这是后世运用的一个发展。
原书主要原来的申请案主要用于啊肾阳不足啊，肾阳不足，肾气不足，气化乏力，这血液代谢障碍，主要用于这个方面。哎，从金匮所用的出现五处来说，都是围绕这个。后世用法呢扩大了，同时呢用的药也变化了，量也变化了，这个扩大治疗范围。在使用注意方面，如果啊这个阴虚虚热，肾阴不足虚火伤阴当然不能用，因为里边有桂附了。这个肾阳不足，小便正常，这是指的原方了。这个方如果一般的肾阳不足，小便正常，说明呢水液代谢正常，那这是一种纯虚无邪。有水食用滞嘛，即使啊肾阳不足造成气化乏力水食用滞，那水食用滞还是阴虚自愈啊，还是个属于啊相对来说是一种实邪了。如果纯虚无邪，这个方不适合使用。那用右归丸或者右归饮这一类呢，采取滋补的方法。即使是这种纯虚无邪，肾阳虚是属于较轻的，用左归饮这一类都可以。这个当然后面要说到右啊，这个用右归饮啊，右归饮来讲呢，因为张景岳认为右为肾阳，左为肾阴了，那是用来菌啊菌补。从功用来说，温补肾阳，侧重填精补髓，所以补力较大。它属于主治强调命门啊，这个肾阳啊不足，命门火衰。它围绕着命门火衰，那说明呢，命门是肾，可以看作肾阳了。叫命门火衰，肾阳虚的程度重了。所以它反映出来就是啊这个全身阳气不足，加上生殖系统功能减弱啊，以及呢火不生土，脾肾阳虚啊，在泄泻方面，年老久病气衰神疲呀，年高阳高啊，年事已高阳气就会虚衰了，微寒之冷，腰气酸软，那这个呢肾阳虚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共性。阳痿遗精，阳衰无子啊，那涉及到呢就是肾阳虚或者精寒不育或者阳痿症，大便不实，严重可以顽固不化，那脾肾阳虚火不生土，小便自疑，这里啊涉及到小便是阳虚以后涉及到这个固摄作用啊，温摄就是肾湿二便了。所以这组症状你看很少出现，很少强调这个水液壅滞。所以主治症范围和肾气丸原方的主治范围相差很大，他强调命门火衰，肾气丸实际上体现肾阳不足，水液不化，这是他们的区别。另一方面，用药方面是去掉了三泄啊，去掉了三泄。而这个用肉桂啊，桂枝改为六肉桂，而且增加了一些血肉有情之品啊，鹿胶之类的啊，温阳补精摄精的菟丝子啊啊，以及杜仲、当归、枸杞这样相配，补益力量很强。有的说它菌补，菌补无泻啊。所以这个方呢运用的时候基本上是纯虚无邪啊，纯虚也是纯虚无邪的特点，同时不宜久服，
脾胃虚弱的啊，这个或者加湿有水湿壅滞都不适合。所以实际上啊，右归丸是往往作为肾气丸的复方，或者在后面的二类三类方剂。我们这个教材左右归丸作为三类了啊，实际上它们功效差别很大，在临床上作用的区分啊，一个是肾阳虚的程度，一个是涉及到的强调水不化去还是强调火不生土啊，这方面呢，一个是命门火衰了，一个啊阳不化气啊，这个侧重啊比较清楚的。当然这个右归丸啊体现的配伍特点，阴中求阳，纯啊纯补无泻，针对也就啊纯虚无邪了。下面呢我们讨论补益剂最后一节，阴阳双补。这个阴阳双补啊，也要看它一个在这里提出个相对了。我们前面说到你不管是肾气丸右归丸，这实际上都是涉及到阴阳双方，它主要指的呢就是说啊，从病机来说，阴阳两者的亏虚啊基本上相当，很难区分属于谁为主。尽管有时候临床上还是侧重在哪方面，你比如说地黄饮食，地黄饮食总体比较呢，从反映出来症状和用药来讲，阴阳两虚也还是侧重于阳不足，阳更多一些啊。这是阳不足，虚阳上浮啊，但是呢，就说阴阳双方亏损来说，都是比较严重啊，这叫阴阳双补。前面虽然像肾气丸阴阳都用，但是在主治里边呢，肾阳肾气不足，阳不化气，这个比较突出啊，比较突出。而是你使用的治法和用药方面技巧，为了适合它啊，这个不至于化燥，为了适合它久服啊，所以呢在用量和选药上有些啊技巧特殊。所以在阴阳双补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这类的它是两方面，基本上阴阳两方亏损啊都较严重啊，所以用药上双管齐下。这里呢根据临床的使用情况和具有一定代表性呢，选用这个地黄饮食。说到地黄饮食，这是个二类药了。这个方在分类上历来有点不同，过去方在啊把它说治疗中风啊，治风剂啊，治风治内风。那如果内风应该涉及到一个肝阳上亢，肝阳化风，这个方里用药没有泻风药啊，基本没有泻风药，而是以补益为主的，补益和开窍结合啊，化痰开窍补益，而且全方补益力量较大，所以放在补益剂呢啊，近些年来大家认为放在补益剂比较适合，前些年七八十年代都爱放在治风剂里边，所以在分类上呢有不同看法啊，不同看法。在主治症候分析，病机是阴阳两虚啊，阴阳两虚呢这个啊作为窍啊啊心窍啊，虚阳上浮，痰浊啊随之上逆，心窍闭阻，舌为心之苗窍，所以造成了舌降不能言。这痰浊随着虚阳上浮闭阻心窍啊，这样造成主要症状呢，舌强不能
盐呢、啊，做肺不能用，阴肺症，啊，阴肺症。那这个造成，由于阴阳不足，下元虚衰。这里包括肾阳的温阳不够，肾精的滋养不够，所以呢，可以足肺，脚肺不能用，啊，带有这种萎弱，啊，行不节度乏力，啊，有这个特点。这是由于失于濡养和温养，肾下元虚衰，阴阳都不足。那你从他这个整体表现来看，这类啊病人作为地黄饮食症还是微寒为主的，啊，可以怕冷，特别是下元虚衰，啊，腰膝啊也微软，同时是冷感，啊，这个舌降不能语呢，我们说的是痰浊上犯，上犯呢是由于阳不足以后。啊，虚阳上浮，所以呢，既有舌象不能语，又兼有呢面红，啊，面红啊，所以它形成一种，有上面有热象，下面有寒象，下面寒象是阳虚失温，肾阳虚到一定程度呢，虚阳上浮面红，那痰浊随着虚阳上浮，本身呢，啊。肾阳不足不能啊，温阳化气会产生痰浊，这个啊有着体质特点了。所以上下这个同病反映出舌象不能语啊，足肺不能用啊。从这个两者一个结合，本质上是虚啊，啊本虚标实，标实有痰浊闭阻。但是现在来看，不同的教材参考书啊，对于这个面赤的解释呢，啊，有两类，啊，这个比如说面赤有的看作虚火，有阴不足程度产生虚热，也有看作呢，啊，这个作为虚阳上浮造成。为什么呢？如果是虚阳上浮，严重程度要超过阴虚生内热。所以现在报道一些病案啊，以及人们看法，这个用在可以用于中风，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往往呢，容易脱，容易产生啊，像内壁外脱，既有痰浊闭阻，又有呢。啊，阳气上浮以后要脱，本身他面红出汗，啊，面红出汗，所以他既有一个阴阳两虚，又有一个呢虚阳上浮加兼有痰浊啊这个特点。外观表现上呢，发作时候他可以有这个上热。上面面赤了，甚至有些烦躁，虚阳上浮，下寒，可以腰腿呢，既是痿肺，作肺不能用，而且可以呢，有啊冷感，清冷啊，所以看起来比较复杂啊，实际上本质上是阴阳两虚啊，阴阳两虚，这是地黄饮食这个病机分析。下元虚衰包括阴阳两虚，痰浊上犯，啊，这是他的一个病机了。那作为这个方来讲，他补肾啊，温补下元，要从阴阳两方面入了，啊，君药呢是阴阳双补的良主，熟地三茱萸、肉苁蓉、八极天呢。熟地三茱萸可以填精补髓，啊，那是滋补肾阴为主的；肉苁蓉、八极天呢，也能补肾精，侧重在温肾阳。它温肾阳，对温壮肾阳这个特点。
这两方面结合，啊，这两方面结合，阴阳双补，是方中这个主要的结构。那作为成药来讲，附子肉桂在这里同用，当然温阳力量较强了。附子肉桂在这里啊，它跟五味子相配合，有一种温摄扶阳作用。五味子酸收啊，有温摄扶阳作用。石斛麦冬啊，是养阴的，它是养肺胃之阴的，所以和蜀地山茱萸这类啊滋补肝肾之阴、下焦之阴的这个不同，也体现了一种啊这个既能有清虚热，又能够呢体现先天后天呢同补了。这个方里菖蒲远志和茯苓是用来祛痰开窍。菖蒲远志是开窍常用的啊，同时远志能祛痰，菖蒲能够有化湿啊，所以既能祛痰又能够呢开窍。茯苓呢针对这个水湿停聚产生痰呢，是治本，可以健脾呀，啊，祛湿消痰的。所以作为姜枣嘛，调和脾胃作为药引子了，调和气血。所以总体这个结构来看呢，温补力量较大，啊，温补力量较大。当然用这类药呢，嗯，还要看它阴阳亏损的侧重情况，整体上温阳为主，药性偏温，所以针对了虚阳上浮、痰浊上逆、闭阻心窍啊，这个成为一个治疗中风的又一个类型，临床常见的这个啊出现中风症以后又个类型，阴阳两虚，痰浊上犯，啊，有虚阳上浮这个特点的。所以方中这个五味子呢，当然有些人有这个看法说，这个症啊，很容易脱，阴阳两虚到虚阳上浮要脱，啊，出冷汗，啊，面赤，面红，而且描述舌降不能语啊，啊，左肺不能行了，像这个呢，左肺不用，这个它有中风以后见脱啊这种特点。所以呢，五味子麦冬如果出汗又气短啊，可以结合人参，也有这样啊这样的一个认识了。这个，所以这个这种症型实际上。中风症当中也有，中风症不等于说就是像疹肝息风一类了，加痰的啊，这个正好是像这种滋阴潜阳呢，单用滋阴潜不够的啊，加上以这种虚为主，虽然虚实加上有痰浊上犯，是以肾虚为主的啊，这类症型啊，以这个地黄饮之这个病例报道侧重这方面是比较多，所以从这个配伍特点来讲，标本兼顾上下并治，标本兼顾上下并治，但是以治本治下为主的啊，治本治下为主的。这从辨证要点呢，都是一些代表性症状，阴肺症啊这个舌降不能语啊，左肺不能用，足冷面赤，反映说症候两个方面，一个呢啊这个肾不足，肾阳不足为主，面赤虚阳上浮。这随症加减，如果光是脚肺不能用，那不需要开窍；如果说阴肺症
阴虚为主的贵妇可以去掉，这个灵活的啊，这个它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阴阳两虚有刚才说有侧重啊。那作为帝王也是元方是以阳不足为主的，那么阴不足为主的，那相应它有虚热，那贵妇就可以啊可以不用了。如果这个痰浊上犯，有痰热，痰火为主的，啊，那这个贵妇不能用叫清化热痰的。我们说有气虚特点的，这个方加人参更好啊。这是在报道讨论里呢，有过这样看法。这个方运用偏于温补，从病机来说，阴阳两虚偏于阳不足。这个，但是如果说气火上升，包括阴虚、虚火比较突出的，都不适合使用。补益剂呢，我们讨论到这里，啊，整个学习应该是一类方为主，啊，一类方呢为主，少量的二类方了。下面第八章的固摄剂，从固摄剂的定义来看。它和补益剂不同，固摄剂的总论，啊，就是它的一个概述里，啊，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固摄剂和补益剂的区别。固摄剂很多都和补益药物啊相结合的，所以都是以虚症，啊，都偏于虚症。那固摄剂和补益剂什么区别呢？首先第一，固摄剂它药物使用是以固摄药为主的，对方里呀，或者有些药既能补益又能固摄，或者有些药就是固摄为主啊，以这个为主的，这是第一个和补益剂不同，补益剂补益药为主。第二个，它治疗的呢基础物质的不足，补益剂治疗的气血阴阳的啊，以气血阴阳为代表基础物质的不足。固摄剂呢也涉及到气血精，包括肾精了，还有精液啊，这一不足。不足在于什么？补益剂往往是一种无形的消耗，在慢性疾病过程当中啊，一种无形的消耗这个为主的。而固摄剂呢是气血精精滑脱散失的这类症候，这种滑脱散失是有形的消耗，是看得到的，哎，当然出汗啊，自汗倒汗啊，或者常滑失禁泄泻久泻久痢呀，啊，像久咳肺虚，肺气耗伤，肺气失敛，那造成久咳喘呢，你看得到啊。还有包括像遗精啊，啊，遗尿啊，或者月经过多，代谢量多等等，这类都是一种气血精精有形的滑脱散失，这是它症候一个特点，有形的滑脱散失。那分类呢，我们一般是针对这个它滑脱散失的基础物质的不同种类来分，分为五类啊，分为五类，有固表止汗淋肺止咳舌肠啊固脱啊，包括舌肠止泻了啊，舌精止遗，固崩止带，这方面选择一些代表方，各类都是一些啊或者常用方代表方了，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啊重点选择一些，在运用注意的时候呢，一般纯虚无邪的时候使用啊，纯虚无邪的时候使用，这个是相对的啊，相对的就正虚滑脱失禁这个为主的。无邪首先基本没有外邪啊，基本没有外邪，或者呢
它作为以正虚滑脱失精的基础为主啊，正虚之后比如产生湿浊啊，产生热气，这个还是你还是要结合既扶正又要解郁啊，还要适当排除病理产物。但是这里一般说传虚无邪多指外邪为主，这个下面呢我们分解啊，各节选一到两个这个代表方了，我们先休息一下。